喂喂，安逸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十六个月订阅。昨天你开台我躺了，所以补个迟来的生日快乐。哎呦，还不说是谁哦，谢谢低调流民的抖内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哦对，刚刚放的 BGM 是前代的，应该说这都是前代的，我比较喜欢前代音乐，印象比较深刻。完你就开台，瞬间有点尴尬。你说谁中二？你中二吗？聊天室吗？聊天室刚刚还蛮中二啦、啊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还可以这么中二，吃药好吗？吃药。接下来我会很忙，大概没时间，手机太麻烦。小红包，新年快乐，亲爱的叶子。谁呀、啊？谁？是谁呀、啊？谢谢你的 donate， 不要逼我偷看你们的名字啊！哎呦，好、哦，谢谢，我刚刚也在想，应该是你。好的，谢谢耶稣的 donate。Yuri 十个月 ，Gokoru Yuri 哦，谢你的 donate， 订阅，谢你的订阅。等一下，我再打个文章，马上好。没有啊，就没有聊一下，只是看你们，我说聊一下是你们自己在聊天室自己聊一下，看你们要聊什么，你们自己聊。我也在忙。小胜订阅，谢谢你的订阅，感谢你。哎，因为我明天就要去巴厘岛了，所以明天就要出国，所以我需要今天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弄完，不然，我现在就是在弄啊，在弄剩下的要给厂商的文件、文案啦、啊，还有一些要交的报表，有的没的。我在确定是不是都弄完了。哎，玲玲七个月，谢谢玲玲的订阅。哼。最后被拿出来控制，那个耳朵真的很可爱，而且我发现女生敷脸的时候还蛮好用的。我原本没有习惯用，我之前都是敷脸的时候会戴个发箍，但那个毛茸茸的比较好摸。狮子21个月，我沙西布里的狮子，谢谢狮子的订阅。
可是高中拿过那个中打成绩一分钟140个字的阿宅。哎，我还有那个对啊，我没空打猎。有啊，我今天工商完以后我就应该有时间可以打猎了吧。噔噔噔噔，我们来画画。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整理昨天的惨状，所以我现在周遭被你们的礼物包围着，有点。凯盛13个月，谢谢你的订阅。莱特，谢谢 Donny。 哎，你今天下班了这么早，恭喜。我们以前读那个资料处理科啊，我高中读资料处理科的，我就是每天每次上课之前老师都会拿好几叠的文章，然后就是我们上课就是看那个文章，然后疯狂打字，就是啪啪啪啪啪一直打字，一直打字，一直打字。然后我永远记得我高一的时候，因为我国中对，我小学开始接触电脑了嘛。然后那时候玩那个《世纪帝国》跟那个《魔兽争霸》的时候，它有些秘技可以签，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打字就很快，因为要签那个秘技，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打字其实在班上算是最快的那一个。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速度，但不是。然后我永远记得，就是高一第一次资料处理课上那个文书输入法的课程的时候，我打完一篇报告，然后它有那个程式会计算你打字打多少个字。然后第一次打的时候，一分钟是98个字。然后全班同学在统计，老师就一个一个看过去，然后统计到我的时候，他就，哎呦，哇，98个字，你怎么打那么快？你是我看过高一学生目前字打最快的人，你是用什么输入法？我说，新注音。他新注音打这么快哦，不错不错，老师帮你报名那个中打比赛了，靠腰我就去参加了中打比赛，莫名其妙，然后就拿了第一名，这是我永远的记忆。觉得蛮有趣的啦，但其实打字最快的输入法应该还是仓颉，仓颉比新注音快，因为新注音的输入错误的那个频率太高了，你要再修改字其实比较久。哎，不是啊，现在打字打那么快，好像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嘛，就好像也没什么用。哎，我，对啊，我签名版还没画完，我有点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今天要把它全部弄完，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。
ESILY 13个月，谢谢您的订阅。对啊，是。有。啊！我没有要自录键盘啊，可恶！好，好的，就是有一些音乐太大声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有一些那个国外的啦，国外的，有，国外的小草们的签名版，我一直欠到现在还没给你们，对不起。然后萱姐一直在催我。萱姐说：“快呀、啊，又要过年啦！你怎么还没有给我呀？我要寄给他们呐、啊！你是不给我，我要怎么寄给他们呐、啊？他们都在哀哀叫啦！”我画，先来给 Blueberry 妹喝啊 ，Blueberry 妹，嗯。啊，国内的不要挨没有签名版啦、啊！你们已经是可以最大的几率见到我的一群孩子们了。国外有一群边缘无法回台湾的孩子们，永远见不到我、啊，很可怜呐、啊！一年只能，哦不，不是一年，三年就只能拿这么一块签名版。Blue 怎么拼啊 ？B L U E B L U Blue， 不要告诉我怎么拼。Berry B E R R Y， 妹的妹是什么？SAMW 53二十个月，谢谢订阅。你写哪个就好，哪个是怎样？写错了吗？我写错了吗 ？Blueberry Made 不是？哎，他的 ID 不是这样子吗？哎 ，Blueberry Berry， 那不然我丁管割下蓝莓鹤啊？蓝莓莓是草字头吗？小莓的莓吧？蓝莓，我再画一颗蓝莓给他。少一个 R， B L U E M A I D， 哎呦，是有 M A I D， B E R R， 我哪有少啊？我有少字吗？我没有少字吧？我有拼错吗 ？B L U E R， 哎，贤者32个月，谢谢订阅。你昨天我在开礼物的时候，你好像不在，对不对啊？你好像不在，我有开你礼物哎，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 VOD？ 我还有把你卡片念出来，呵呵，我没拿，我写错，我写对了吧？我写对了吧？哎，我不知道我画什么，我每次都乱画。哎，我来画表符好了。你画那颗是圣洁石还是蓝莓？看这是蓝莓哦，是蓝莓。我还画个什么嘞？画表符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表符，我觉得很可爱。
怒った？怒ってないよ。怒った？怒ってないよ。怒った？怒ってないよ。你没真的写错了，我知道了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样对吧？我加了每天的美嘛，我会每天的美，对啊，写对了呗。还有肥叶安啊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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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21个月了，永远我不知道那个单词是什么。谢谢你的订阅。静文表示，哦，原来是封信哦，封信电玩展又来。切十片，你拿十块钱要我切十片，吃屎吧你！吃吧你，吃元仔！哦不，你昨天有抖了1000块，吃屎吧你，1000元仔！分母潜水夫14个月，谢谢你的订阅。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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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美可以有机会见面吗？石美有机会可以见面吗？见面可以呀，但是你不愿意见我呀，是你不愿意见我。讲干话。哎，我过年的时候在假仙啊，来找我啊。哦，不行，不能，你们不能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素颜。可恶。好了，啪啪啪啪，嘣锵锵锵！叶子晚上好，今天开台画图吗？不，今天开台要工伤，没有啦。等一下介绍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给大家啦。但对啊，我需要先把图画完。但是我还有好几片要画，我如果每一片都画得这么精细的话，我可能会画不完。耶、yeah. ！
啊，对啊，新年的时候欢迎大家来甲仙，甲仙好吃好玩又偏僻哟，你再也找不到比甲仙更偏僻的高雄的小地带了，就是甲仙了，人间天堂。想要边缘自己吗？想要让你的老板找不到你吗？欢迎来甲仙，保证让你断网。没关系，我去甲仙的时候也素颜，咱扯平了。你如果可以化妆来甲仙的话，我可以出去，我可以出去找你，没有问题。我再画一块，哎，再画一块，再画一块。签名版是多少乘多少？鸵鸟集团去甲仙呀家家。叶子晚安，波浪符昨晚看到睡着了，波浪符没看到拆我礼物那段。丢丢，你可以，哎，二四乘二七的，二四乘二七，你可以回去补 VOD。大凡，大凡是哎。你煮那个熊熊的钢蛋给我的吗？熊雅是不是？那这还蛮可爱的。然后是说阿破，你要下来甲仙哦。你住一个住桃园，跑下来南部是要避暑还避寒？也是跑太远了吧？这张是奇兰的，奇兰熊雅凯甲仙除了芋头，还有笋子哦。有笋子哦，这是我们香港的小草奇兰。有钱的名字会被去背啊！他拿绿的变黑的。奇兰要画什么？哎。好吃药好我想想，是的，这边的回图板都是要给国外的小偷们，他们已经边缘很久了。
叶子起人的话当然要换内裤 S 有李安呀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可是那个肌肉男我实在是不是很擅长、欸、我可以画个我想想，我等下可以补个 Q 版的什么东西， Q 版的尤里安。安静点，谢谢订阅。哎，是说我不是之前很早之前说我有我妈有帮我买一罐中药吗？应该说有两大罐，对不对？哎呦 ，Hippo 生日快乐，居当猎人，好好好，去猎去猎，33个月，谢谢你的订阅。然后那罐中药啊，我照来讲，我应该过年前我要把那两罐中药都吃完，这么大罐的中药，我现在进度只有一罐的1/3，就是我一罐，然后还剩下1/3，没有吃完。我说我觉得我根本吃不完。太多了啦，我觉得很浮夸欸。两罐不是啊，我觉得对，这么大罐过年前吃完，它上面是写一天吃3次，然后一次两瓢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吃了，但我再怎么偷懒没吃，应该至少也要吃完一瓶了吧？但我一瓶都没有吃完，我觉得非常困难。诶，还有什么颜色？1S87110 29个月，谢订阅。吃药。我的瓢没有那个瓢，是那个瓢是那个医生给我的哦，他是医生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我有照他的进度在吃啊，但是尤里安。尤里安太难画了吧？我可以画个那个，画个没有穿内裤的男人，但是，我没有穿内裤，然后还很壮，还有大胸肌。啊，不是，我刚刚是不是讲我没有穿内裤？不，我只有穿内裤。
我觉得我画尤里安破坏了我的画，但算了。Power！ 哦哦哦哦哦哦！镜子，赐给我神奇的力量吧，镜子。嗯，画得真好。镜子，变这样。镜子，既然跟内裤有什么关联？他只穿内裤啊！其实挺像的，我也觉得挺像的。吃蛋，不是，他在吃药，他们在吃药。图板的数量是对的吗？我们看起来好像蛮多的、啊，好像够吗？板子是不是不太够啊？再自由好了，图自由，自由要什么 ？Free。签名版是谁拿给我的？鱼葱吗？好像我忘记了耶，葱葱吗？葱葱看自由花灰，看多少我再给他。我杀去北车买了啊，莱特哦，那。你484忘记了什么？你484，四百八十四忘记了什么？484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我再画一张。糟糕，我不知道自由要画什么。自由要画什么？嗯。甩台柱跳舞，好像蛮可爱的。是不是忘记工商魔物猎人了？屁嘞！魔物还需要工商吗？开玩笑，我们搜索，我们搜索怒卖500万套，他看起来像是需要帮忙吗？3VU06 18个月，谢谢你的订阅，安安啊。
如果在活动的时候时间够的话，我也是很想要就是每个人都画图给你们嘛，但是基本上好像时间都不太够。如果简单的例会还可以，但不太可能要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然后又要画得好，太困难了。拿这个笔，如果画错了就没得修啊。就开台，五个订阅跟生日快乐！哦，安静点，谢谢您的抖内。等一下，救灾丸是那个吗？是花莲的那个救灾吗？我干爹有这么多当消防局当警察当救灾人员的，好猛哦！有时候我真的是很好奇你们职业到底在做什么、欸、有石油王又有什么职业都有、欸、真猛、欸、可以 share 一下你们的工作吗？我真的就好奇耶、欸。职业石油王，做饰品的尼特，卖早餐的，守护你就是我的工作。行了，谢谢，感谢有耶稣的守护，感谢上苍。酒精的交易者，你不要讲了，好像什么奇怪的内线工作，好不好？卖酒就卖酒，酒精交易者。做银 K 金黄金饰品，电影院主管，真的好猛，当到电影院主管去了，卖金克拉，大卖场员工。
哦，紫的没水了不？请问我也在国外，我有得拿吗？你在国外吗？稻米青石夜色长，稻米青石夜色长，什么东西？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生日过了，好像有一点点走样了，我也是就是抱着萝卜，它会被去背。维修坚固东西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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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，应该说这两天会上个那个一些影片。我前几天在忙，我就跑去拍短片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但应该明天会贴给大家看吧。而且那个短片我还帮忙改了一下那个剧本脚本。光打雨迹象会啊，会蛮想，我蛮想玩的，但是我又很想玩魔物。其实我真的很啊，我这个月很想要玩游戏，我一直没有时间玩，我真的是有点痛苦。而且我今天中午，其实我今天中午练乐团的时候有点爆炸，练团之前啦，我有一点爆炸，因为就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就是啊。可能就是有点迁怒的感觉吧，但我也不是真的要迁，我是没有对的人迁怒啦，但是就是自己觉得我自己有点心不在焉的感觉，因为就是很想要好好开台玩游戏，或者是就是睡觉放松之类，但是二月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。二月连续好几天都对我来讲了，对我来讲已经很早，就是早起，然后忙一整天，然后晚上回来又没有办法开台，又要赶快再睡觉，隔天又要再拍片啦，不然就是要干嘛的，然后就觉得哎，练团的时候就心里想说，我为什么又要接这个表演呢？我早知道就不应该要接表演，因为当初就说弹钢琴，我想说哎，弹钢琴好像哎，但是就是觉得好像又不应该再卡个表演进来，搞得二月除了要工作以外呢，还要抽时间练团，然后要拍片，然后我又很想要跑魔物猎人，但是有没有写完魔物猎人，汪达玉巨像又出了，不能断尾，好痛苦。对啊。
很充实啦，是蛮充实啦，但就是对啦，可能之前过的生活太废了吧，所以现在工作塞满满的情况就会觉得啊好忙哦，但有时候想想又觉得好像跟一般的上班族比又不太一样，因为一般上班族你一天下去工作八个小时就跑掉了，搞不好还要超过八个小时啊，我虽然东跑跑西跑跑，但搞不好这边两个小时换下一个地方三个小时，反正就是断断续续的，也并没有说一直在工作，所以好像跟一般上班族比还是比较轻松啊，但就是哎，我就是废，我就是想废在家打游戏啊，我就是废，哎，是我是现充，是啊，很充实很充实，这样很充实，其实真的是蛮充实的啦。像我这几天的行程，大概就前几天啦，举例来讲，前几天好了，早上起来然后拍影片，拍一路拍，拍一整天，拍到晚上，拍到晚上，拍完以后呢，隔天起来，然后又去练团，练团练到晚上，然后又工商游戏，好像，对啊，我之前广告业还的确，我之前广告业好像早上九点就要打卡了吧，早上九点打卡，然后工作到下午五点。一般来讲下午五点就下班打卡，但通常老板还会再额外加班，加班到七八点，所以其实好像，对啊，之前当那个广告业比较忙，哎，哦，我不知道耶，广告公司都九点打卡耶，我们家是这样子啊，我应该说那间公司都这样子，诶，九点吗？我应该没有，对啊，我应该没记错吧，应该是九点。但因为晚上我们加班会时间会比较晚，我们通常虽然五点就会，一般来说五点就会打卡说要下班，但通常一定都会责任制再留下来做，通常做一做就已经过了晚餐时间了，有时候老板还会刻意就是说，叶子啊，这个东西今天要弄完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然后默默的就已经晚上十点了。广告业还真的是上班时间都不太固定，上下班很随意。好了，我们来玩游戏。